今天是2019年的5月10号，现在在宋庄。门没关呢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吗？尸体被发现时呈奇怪的跪姿。你们不觉得他死的样子很奇怪吗？此前因为滑稽死而爆红网络的画家刘刚的个展在多地展出。这个展览的前沿在哪？那你们这样做难道不是在吃人血馒头吗？保安，控制一下现场。保安，这样一个展的，就谁同意了啊？拍什么拍啊？我认为这个画家能死在自己的画案前是最好的归宿。艺术家的死亡恰恰是使这个墓碑有了意义。他很多的秘密啊，实际上是。隐藏在背后的。哎呦，你看，啊、哇，这个神奇吧？啊，你看，把我收藏作品边缘化了，这点来说呢，对我的损失还是挺大的。我想他妈的，你死在跳蚤板上，可能是他有意为之。